欢迎回来学生天团风音乐。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我们上礼拜也有玩过的恐怖游戏。为什么我们这礼拜还会再玩呢？因为呢，上礼拜结束之后有蛮多人很想要再玩一次，尤其是上个礼拜第一个被电的威小姐。没有啊。有啊，你刚刚不是很兴奋的说要玩吗？因为我要陷害别人啊。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岌岌可危，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情吗？了解。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来宾都没有被电，然后就是我们现场的三位女生有两位被电到。好。对，然后目前就只剩我一个女生没有被电，然后今天想要完成它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当然也还是希望我不要被电啦。但是你们会玩这个游戏吗？我猜会，你猜会。那你刚刚讲他怎么玩？好，那我再说一次。它有范围对不对？它就是1到99，然后它这上面，它这上面有那个数字的按钮，然后你就是把你要猜的数字，就是输入进去之后，然后按这两个银色的键，就同双指。对，要双指同时按下去。如果你猜到的话，你就要被电。好。对。好，然后。电的那种。对对对，然后他那个会电到，对，是真的会电。你看他眼睛，你特写他的眼睛，是真的会电的，你们啊，我等一下电到我直接莲花弹起来。不会那么电力，不会那么。不会啦，你们心脏应该都还 OK 吧？我不太好。你应该不是认真的吧？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大不了就。大不了就最近的医院在哪里？最近的医院，台大医院。应该是不会到这么严重啊。不然麻麻的一下而已。对，麻麻的一下，就当做电疗的那种感觉。电疗？对，太夸张了。电疗，电疗，做附件那种电疗，这可是就一瞬间而已。然后你们就是按住之后，如果发现自己被电的话，记得赶快放掉，因为我们导播说，就是如果你是鸭子，然后。死不放开的话，就是你们的那个心脏会停掉还是什么？对，会暂停，会休克。这游戏是合法的。他们目瞪口呆哎，我该怎么办？合法了。我跟你一样被忽略。哦，没有人回答出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反正有事就是我们的现在今天没有来的导播要负责啦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。好，因为他超吵的，还有音乐。威，等一下也要加入啊，不是就是按的时候他进来。对，按的时候要进来。我们现在就是四个人玩，就这样轮流玩。好，那我要第一个按哦。不要丢到电脑。你说拿到这个的时候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今天比较没有那么惧怕了，因为就觉得我应该。哎，我等一下，你要先被电一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哎，怎么开始啊？为什么他突然不理？哦，有了有了。1 2 9 9 9。我要直接打五，我要直接打50。你有50就被电到了？不会吧？好。他过关就会有亮的声音。对啊。来，给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对。现在是50到99。50到99。然后我按什么？87，哇，87按折角，太快了吧！强，可以不要这么快吗？强，爽，他等下再拉回去就你了，爽，好恐怖，爽，要给镜头看哦，要那个按的时候，只有我们三个，没有啊，那个威也要，等一下，他是第四个，爽。你按多少？那我按个92，这样吗？这样。哎呦，好紧张！电人就丢出去了。那你要按住，你要按住，长，直到它亮。过关。好，换威。啊！不要抓了。92到99。要可以爆炸才说没有问题。快点，快点，威，赶快进来，赶快。好，等我。威。92到99，好紧张哦，心脏快停了。我觉得我比较紧张了，92到99，剩六个。对啊，95好，95加满呢，加满。
哇！爽！不要！六！92-95是吗？92。92-95。对，92。这两个。不然就是你，要么就是你们两个词啊，其中一个。挺大牌。命运的时候到了。哎，我觉得好紧张哦，好烦哦。因为你说你还没被电过，你今天就要被电。可是我们今天是希望来宾被电啊！今天大家的愿望都是希望来宾被电。他们是你死，没有我死。没错。也没有被电啊！不要这样子嘛！嗯。我现在双脚发抖。他如果亮的话，你就直接要被电。好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有点紧张哎。不敢看。我已经特写好你了。你是几？你是几？93。中到了。哎呀！调色盘成功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被调色盘调了。哎，你们导播组是怎样？今天要陷害来宾吗？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很过分。撕一片。撕一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是其实还好，没有到很痛，就是两根食指会瞬间麻掉而已。不然我们今天就玩到对，我以为他说我要，不然我们今天玩到截止。这赌注太大了吧，好可怕。我们就玩到一定要其中一个，好。好，现在第二让，第二让啊！哎，换边了，换边，那你先开始。会不会第一个就被电？会。我的手。那我三七。我要来个87。哎，我们的导播好像有出现在聊天室。啊？1到87。1到87。好，我生日29号。几月啊？今天？你今天生日？没胡乱。29。1到29。强，我是很会缩小范围。You better watch out！ 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好像就是你的局了？今天还不是我的局。哎，我6月29号生日。真的假的？我也是六月生哎。29哎。你啊，这中间有什么？对。啊？误会吗？六月29吗？对。6月19，双子座嘛。对啊。好。好，来留个联络方式。啊没有。好，不是1到6吗？6666666。好。哎，我过的话，聊天室请刷一波6666哦。好。629。哎，换我了。哎，不是，不要加入。还有继续玩。6月19，刚好生日。你几月是几号生日？6月24。6到29。你是巨蟹座。对，我是巨蟹座。强，难怪你家庭会放第一。19。我们自己聊看啊。没有人理他。6-19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危险呢。1到20。对啊。那个12。你要培养感情是不是？中间应该是15啊，15，中间是15。哎，你怎么可以按那么边边呢？等下现在是怎样？15到19。15到19。没，你按17，他就一定爆，下一个一定爆。哎，那个先。搞不好17他就爆了。有可能17你就爆，你要抱着这个希望，就是17他就一定爆。好啊，好啊。如果你17爆，我就。哎，等一下哦。你先暂停。哎，刚刚是15到。
15到19。不行啊，我要陷害来宾啊，所以我不能，我不能陷害他。对，好，我可以输其他的吗？诶、欸，反正一定不是我嘞。15到19的话，那我16。如果我再变电第二次怎么办？就结束这游戏。好，来哦。啊！哇！要！喂！16到19，庆祝！16到19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导播只要帮一下？哦，完全不用讲了。16到19，17、18，就其中一个。给你选，你要哪一个？没有你，你选，你选，你是优先，你是优先。啊！我要选几啊？78，好紧张哦！我要选几？突然现场一片寂静，只剩下那个有玩具的音乐。我现在准备要笑人，我现在先准备。我现在非常期待他被电。等一下我还没按。拜托，这都让我们电来宾好吗？行否？不行。18，18。好恐怖！算，等一下，我避免你有丢的地方。有种按2秒，这种知道自己要被电的感觉真的是蛮不好的。2秒。哇！啊，没事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蛮麻的，但是好像还好。哎，我呛。呛三。好了。我们应该有电到来宾就好了，还是你也要被电一下？没有，手指关节炎，手在那边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游戏就到这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，好累哦，你们可以先唱歌吗？好，唱歌，觉得有点累。你们练习哦。好，你们要唱什么歌？你们要唱什么歌？不让当写什么？哀嚎的病患。好，那就这首。那这首歌的病患是谁？这首歌，好，先讲一下，这是我们自己写的歌。嗯。然后，它叫《哀嚎中的病患》。嗯。然后，病患其实我是在形容一个在精神病院里面，然后就是没什么人的一个环境，然后。隔壁的病床都没有人住，只有他一个。嗯，然后他每天都是自我对话跟别人。自我对话跟别人。对。等一下，你这样讲好像有点矛盾哦。你不是说病床只有他一个人，所以那些然后他对话就是自我对话跟别人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会更。对。对啊，突然背后一阵凉。就是他会想象他隔壁有人，所以他会一直跟别人讲话，可是没有，因为他是精神病院。哦，所以我把它形容成为是这样。哦，那个密码可以关掉。哦，一直有那个，忘记了，是有那个很紧张，一直让我很紧张。87，87。所以是，那他等一下就会，他会演那个病患吗？他在唱的时候。你想要我演吗？他可以演胖子。哈哈。你们等一下唱歌的时候会哀嚎吗？会。会哦。我不知道。那我很期待，我可以哀嚎一下吗？好，准备来咯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他们带来的哀嚎中的病患。
上留给昨天的伤疤，留出座位日后的指甲，爱同烟花风采的繁杂，恼怒只是眼前的乱象，而我终于遍体鳞伤，满意了吗？尖酸刻薄的字画在我的脸上，那出胸口痛不欲生的心脏，鞋底扑通扑通的留在回忆里的悲伤留给昨天的伤疤，忧愁作为日后的指甲，爱同烟花风采的混杂，恼怒即是眼前的乱象，而我终于遍体鳞伤，满意了吗？尖酸刻薄的字画在我的脸上，那出伤口痛不欲生的心脏，这地扑通扑通的留在回忆里的我觉得他好像你有去住过那种常住吗？是这样。我刚才把他保出来，保你刚刚才把他带出来，是不是？哇！感谢你们为我们这个节目牺牲良多，还把他带出病院来。对对对，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们歌可能会有点突兀，因为我们好像蛮北蓝，可是歌好像蛮。忧郁、难过，音乐难过，重的，对，这就是音乐的，没错。那你们有，你们有写过比较符合你们本来样子的歌吗？快乐的歌吗？样子就是这样，本来样子是这样。对，我们本来样子就是比较忧郁，比较忧郁是吗？激荡，这是另外一个我。好恐怖、这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。这是你们真实的样子。对。哇塞，我突然觉得有点恐怖哎！我旁边是一个双面人的组合。双面双子座。我是巨蟹。他是巨蟹，他跟我一样是巨蟹。29号。都是爱家的。哎，你刚刚说你的那个三个是家庭跟什么？音乐还有信仰。
音乐还有哦，怎么是我的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直都这么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三个里面没有放爱情。因为爱情，爱情如果厉害的话，就是把它当做家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可是你知道有些女生就是你们都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你就跟她直接谈家庭，就是女生会害怕。不会，我不会。不是你，对啊，你对啊，我觉得分析出来，终于得到这个结果，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鲁？因为其实我没有很鲁，现在想一想还好。怎么又改口了？贝斯手还好，相比贝斯手，可是他不，他有男朋友啊，你没有哎、欸。就是他是找不到女朋友，就是这样。他发现这个市场不太符合他。所以你的信仰是，就算没有女朋友，也千万不会去找男朋友。也不是，不好说啊。不好说，没有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不会是指你不会去找，还是不会不好说？我不会去找，我很直。直。你很直。不是，我性向很直。哦，就是绝对就是那样子。男。谁？大英文没说。哦。啊。没事。好。好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乐团里面都是你们是大家一起创作歌曲吗？还是你们有一个人负责写歌？应该算是都有，但是主要写歌人是旁边这位，是你，对，没错。但是我们也很可以接受这个状态，很可以接受这个状态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比如说刚刚讲的，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比较阴郁。可能也间接的表示说，就是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接受了他给我们的投射，这样。哦。很难懂。因为就是如果同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，他的感觉不会差太多。嗯。这样乐团的那个风格就会比较相近。哦，比较相近。那你们有一起就是聚在一起写歌过吗？就是一起写同一首歌？比较像是编曲。编曲一起编，就是我会先有主旋律，然后让大家再编，然后我会跟大家讲说我想要什么感觉，像是我鼓，譬如说刚那首歌，我就会讲说我想要那种就是很神经病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做出就是有点鬼嘴，的 rhythm 跟 grooving， 那就是像他就是会写出他的歌，那你们就是听了之后你们会想要去动他的东西吗？怎么动？就是可能你觉得这句旋律好像有点想要改，就跟他讲，然后就改。其实他给我们的那个空间发挥还蛮大，比如说像我的唱法跟唱腔其实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加进去，对，自己再去加的、oh. 对，所以其实基本上还好，就算是比较初期的时候才会想要去跟他说，哎，你这边很烂啊，然后反正他有时候就是有些词他会写的怪怪，我自己觉得怪怪的，对，哪方面的怪、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很在意词，因为我觉得词是最直接的表达，可是如果你写的太明白的话，这样就跟我们平常聊天没有差别。可是我觉得每一首歌它有不一样，譬如说如果灵系它有，譬如说爱情转移这首歌，听起来那么悲，然后他就说我爱你你爱他，这样就很 low， 可是就是要有点咬文嚼字，咬文嚼字，咬文嚼字差不多了，都可以、啊、都可以哦，那其实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在纠正你的意思，因为我跟就是没有啦没有，好你继续说，就是我很在意词啊，所以如果有乐团写词写得很好，我就会很欣赏，很 like 他们，很 like， 没错，like 很喜欢，喜欢，好，可是怎么好像跟我们刚刚对的不一样？哦，我又乱讲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们刚刚不是说就是他是高压统治吗？啊对啊。对啊，然后现在瞬间就是转了一个人，还是因为他刚刚不在，所以你才这样讲、嗯？因为他现在在了，所以就不敢就是说出你真正的心声。其实我是这一团最会乱讲话的，最乱讲话，对，最讨厌，最会乱讲话。没有啊，就是你是这里面最会乱讲话的人。可是我觉得是他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就是感觉你的话比较多一点。
话多就不带，然后就会讲一些很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所以我们现在很投机，所以可以讲很多。Right. 我讲一下哈，就是缓加一下，因为他讲高压同志其实也是一种说法，因为我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乐团它的形式并不是这样，他们都是自己会先弄好一个很简单的 demo， 然后所有乐器都先弄过一遍之后，然后丢给团员听，可是我比较像是我先弹好一个木吉他版本，然后再给大家听，因为我原本是弹木吉他出身，可是我乐团弹木吉他出身，电吉他就是在抱着吉他，然后开刀，因为太卡了，太卡了，出来太卡了，怕这个弦会刮伤妈妈的，对，会刮伤，因为自己可能会抽到的。哦，了解了解，而且出来就生锈了，生锈啊！好行，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讲完了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好像差不多要再休息一下。好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离开。没有舍不得，我们等下还有一趴。好。对。好，拜拜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来。